你好，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L Channel，我是翔龙，对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要继续挑战咱们的刘太郎传记出云成篇。这一篇似乎是刘太郎另外一个新的冒险了，因为从一开始是村嘛，这回到城了，那下一个不知道会到什么，到镇吗？城镇是吗？不知道。对啊，他到这不知道这次我们又会在这遇到什么。他每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活祭品，那这一次呢？这一次怎样把人当活祭品吗？这一次他要报仇了吗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来玩下去就知道了。对，他是出云城，他旁边那个拿刀的武士不知道是谁啊？那应该就不是柳太郎，柳太郎应该是橘色的这一个，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叫橘柳太郎啊。搞不好可能是他的兄弟蓝柳太郎啊，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家是彩虹七兄弟嘛。对，他是排行老二嘛？对，我知道了，OK 的，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按错了。对，画面对的，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看看这个《出云成篇》会讲什么。令人愤怒！竟敢将我囚于此处，还将我封印！即将不可饶恕啊！哦，法科啊，吓我一跳。靠鱼吧，本故事的主角是橘柳太郎，怕麻烦的陶艺家，妈的，明明就怕麻烦的家里蹲。他创造出的作品，有着独特的造型以及富含深度的色泽，都受到高评价，狂热爱好者也很多。家里蹲还那么有成就的也不多了。这是柳太郎所遭遇过的非日常故事的其中一之一。他到底要遭遇多少非日常故事呢？日籍名菜，这个菜逼吧的家伙，师傅。然后呢？有什么事？哦，神山大人寄信的。那什么？他寄来什么？哦。看来这似乎是招待我们去神山大人所居住的出云城的邀请函。邀请函？那只鸡肉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鸡肉会在那边？神山大人是统治出云凡的领主，也是出云城的城主。从以前都对我的作品在各方面都十分的捧场，但这次可又成了麻烦的事啊！你也想进城看看？别吧，我怕你。怕你那满身的菜味让里面的人不能呼吸啊！麻烦看家了，所以啦，所以啦，对不对？为了大家的呼吸道着想，放他吧，又不能对神山大的邀请置之不理，而且来到出云这里真是热啊！第一次进城，好期待！这个肌肉完全就是不同次元的感觉，这么说也是。哎。基友，你从家里跟来吗？好像很有趣的样子。一年多前在某个村子的洞窟里相识，只有灵感硬强的人才看得到他的模样，所以代表说柳太郎其实他灵感力还蛮强的，就是，所以才会看得到肌肉的样子，难怪看得到阿飘文哈。哦，这座出云城好大啊！2、3、4、5，5楼哦，出云城。好想回去，我也好想离开这里啊，连城都还没进哎，看到5层楼就直接退了，弱。哦，欢迎你特地远道而来。不会，这是才是蒙承蒙您邀请。哈哈，别那么拘谨，随意参观。喂，云，带刘太郎君在城里到处参观一下。是，他是云来雪，我刚没看见。雪啦，冬云雪。要是你有任何一点奇怪的动作，我就一刀斩杀。楼梯是很难对付的，我恨楼梯，老实讲。想瞧一瞧仓库，真是奇怪的人。说到城堡的仓库，不就古堡盗宝、古董宝物堆积如山吗？
一直要回想想看，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这样啊，这位女士，一看起来就知道她没有什么智商。感觉智商有待加强啊，没关系，稍微参观一下。这叫什么？没什么值得注意的。有历史感的古物，你不要随便弄坏哦。那这是什么？河童的盘子，这是普通的盘子。到底，哎，这扇门是怎样？这是门吗？上面有符咒，你觉得这是门吗？我觉得完全不是门啊。怎么要说别去碰到感觉比较好？没事，你就装什么事都没有啊。有没有猪队友啊？这个杀敌1800，自损800的猪队友啊！我操嘞，稍微碰一下，屁嘞！你明明就是踹的，怪力哦，是吧？靠，靠！你怎么把啊？怎么了？灯是火熄灭了吗？符咒怎么了吗？总觉得窜起了一股寒气。原来你相当胆小，以前有过类似的经验。门不见了，为什么？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现在干嘛？哎，现在怎样？这什么脸啊？这什么脸啊？我操！别出声，他脸好丑哦。蜘蛛哎，不明白那家伙是什么东西，那绝对不能被他发现。快活，快活，快活！这个可以干嘛？那什么声音啊？那怎样？他被刚刚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才是拘留太郎的由来吗？散会啊！不是往那走。啊，不然嘞？路人甲经过，路人甲你好，靠，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都出云最强？都要屁股被捅哎，哪吒啊？好可怜啊，他屁股直接被捅进去，那感觉好痛哦！救命啊！他怎么看起来超痛啊？好烦哦！什么怪物啊？女人脸，然后蜘蛛的样子，我只听过一个是怎哦，惨遭暴菊。所以他其实本名叫暴菊柳太郎嘛，OK，还是那这样这一切就合理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死掉后会被捅菊花的原因。我听过日本有一种妖怪，难道我们要这边一直躲吗？我捅屁股画面，怎么加快？怎么加快？不要啊！你知道怎样啊？不！
意外说蜘蛛翻译，我记得没错，这种妖怪在日本那边好像不叫蜘蛛，叫心腹罗。我是知道日本有一种妖怪，它是女人的脸，上半是女人，然后它是蜘蛛的样子这样。欸，这可不可以躲啊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觉得躲起来看看好了。啊，日本有一种妖怪叫心腹罗，跟他的样子其实蛮相似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啊？我也不知道，靠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刚才什么根本不可能会知道吧？到底。所以，我们就因为一个暴力女，一个不爽踹一下门，然后就拜拜了，然后就卷进了这场神秘的风波。天妇罗，还是假的物件？哦，无讲，哈哈。这气氛，这里是这种气氛来的吗？我乃在，我第一次来，你问我。又是你，狸猫，狸猫怎么又是你？好可爱哦，米糖烟彩。内侧打不开，构造明显不同，我哪知道？靠！心腹罗是一种妖怪啊，可是我忘记它具体的那个传说是怎样啊？对，我是在一本小说里面看到的，这血姬吗？难不成这是番茄酱吗？你到底在想什么啊？靠，难怪你会被举报啊！你阴阳道的入门，读一下好了。现世与虚世，来看一下看一下。现世生者存在的世界，虚世妖怪和幽灵存在的世界。难道说我们闯入了虚世？也有可能。妖怪与幽灵，妖怪能够引发奇妙或异常的现象。拥有不可思议力量，非日常存在。幽灵使者无法成佛而化身的姿态，啊，按错。式神与封印术，式神即是阴阳师所译的鬼神，封印术以五行绘出我们心在想封印的对象处于中心时，借由咏唱术士便能张开结界进行封印。哦，记得好像日本的阴阳师他们。画的的确是五芒星的，对，以往其实大部分都是那个，很多人那个对那五芒星印象应该都是西方那边居多吧？诅咒，这些什么都没写，咒，好多咒，怎样啊？合不起来，看我的，无敌连打，靠，好酸，什么东西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等一下，等，我觉得先存个档，先存个档。冬云雪是不是？23岁，出乎云最强，这个我比较讶异是这一个，其实一个女生竟然成为出乎云最强，应该是女的吧？还是不要继续看下去好了。原来他们会怕啊。炎灵呢？那夹的什么？神符。我被天妇罗诅咒了。OK 啊，我喜欢吃天妇罗，天妇罗好吃。那个炎灵是干嘛啦？一股美味狗肉的食用方法。哎，我不喜欢吃狗肉，虽然我没吃过了。这个是断掉了。